好，再来看到订户遍布全台湾，拥有超过3000名的这个格林亲子月刊呢，在动物园啊这些的地方啊，家长会带小朋友去的地方呢，就大力的在推销，同时以赠送套书的方式来吸引家长订阅。没想到才创刊一年，突然就停刊了，来得措手不及，让受害的爸妈订户呢是心急的跳起来了，网络批评的声浪一大堆，一早消保官上门呢，就要负责人出面说明。